机器是变黑，我想说。把那个就浅个水而已，哎，真的就肤色就很明显，一两个色阶有有有。我生出来比那个原住民生的小孩还要黑。难民又叫我就是洗衣板飞机场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好难过。你只要有压力发炎受了刺激，也算是压力黑是这里吧？一直黑，一直黑，但是遇到卡到黑，遇到不卡到那个就要去庙了。我们要帮这些皮肤黑的人透亮的效果，然后有水润的效果，然后至少让大家看起来是很健康。健康的肤质。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登上 Vogue 的版面，然后截至目前为止，都还是常常在大缺货哦，因为它就是在市场上独霸一方。那么它是由 Green Gold 所推出的太白 Unlimited 以及冰晶番茄 Luxury 所组成的奢光肌镜组，因为它叫冰晶啊。所以它是白色的哦，里面的类胡萝卜素啊，里面有一个八青茄红素跟六青茄红素这两种，含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的成分，很受到欢迎的一个亮白成分叫做谷胱甘肽，而且当中运用到的这个量足量添加到250毫克，对于抑制黑色素有很好的表现能力。来测试什么呢？就是太白的亮白能力。好，那我们就运用这个碘酒来做模拟。好，这也挤太多了。关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在疲劳的时候。就是像这样，极度发炎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发炎，整个就欧妈妈对不？粉色跟白色都各吃一颗。睡前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做，两颗一起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用研磨器把它压碎。哇，好酷哦！依序把它倒到我们的这个水里面，变成是太白的稀释液。它其实碰到水中溶解速度很快，因为它是长溶膜衣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用在豆腐的前半段，大家看得比较清楚。好，我就用这个，它毛孔很大，不要嫌弃人家。好，这个太白的稀释液。有哎，我们就把它滴上去。接着呢，我就用这个刷子轻轻把它刷掉。有看到吗？有吗？有，好神奇，有吧？瞬间变有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透过这个简易的氧化还原的试验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太白，它对于驱黑净白的效能是非常卓越的哦。好有趣，走，我们去点若琪。这里所以这个就是一样，你一定不能有间断的时间嘛。日夜接力之后，就会发现到它拥有的是全方位的修护能力哦。满满的，给我两颗，有番茄味耶，有浓浓的番茄味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然后我觉得蛮好吞，因为以为很大颗会吞会卡喉咙，但完全不会。像是那种气色很差，很喜欢用粉底液来做很厚的遮盖那种 old fashion 的那种人，就很适合。对，然后再来呢，肤色。不均，你底妆很难上，因为你也不是彩妆师，你也不知道哪边要润色，哪边用什么的那种人。那再来呢，因为他的斑点的问题老是进医美，但是也都没有解决的那种很容易有斑的人啊。那再来的话就是痘疤啦，就是伤疤啦，就是那个黑色素很难退掉的人哦，也很需要。想要白皙透亮，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今天我们所介绍的产品啦。